大嘴鳄的烤肠，7月5号到7月7号这3天，凡下单的都是45根，平常时都是发40根的。卖3元的一个牌子，是吧？是啊，吃过的姐妹大多都会回购的，都说家里的孩子也爱吃。收到货第一时间你要查看一下有没有漏气啊、胀气啊，如果有漏气胀气的情况下，第一时间拍照截图，然后联系客服补差价，然后再给它放冰柜里面，要放冷冻，不及时吃的话。这个小烤肠配点小饮料，美得很。吃自助了，日料自助，自己整了一小盘，先吃。行，那行，见面聊，吃饭吧，好了。行，好，这个牡丹虾大呀。没事，还能这样。新哥，这牡丹虾，品质很好。你要打扰一下。上吧。这红魔虾就有点太小了。
甜香。这个是什么虾？没吃过。七个芝士与小青龙。蒜蓉，我又试试。吃吧，吃完再点。鳗鱼，这鳗鱼好吃。烤三杯。这个是樱桃鹅肝，丝滑。它那个果味很清甜，里面是鸡肉。烤的是三文鱼头。软骨。做永嘉就去啊，今天就是调理啊，那这是我们今天急得要死了，那个车子好像塞了四个车，但是进是六个吧，对，我们那个别的小兄弟，这是没有什么，这是轮子掉下去的，你塞子在地高了吗？你塞子在地冲下去啊，你为什么？你两个你看，你看，那吃不吃？给你这块。这是最肥的地方。我
40年，知道吧？你现在这个这二 C 机的好像1300，对吧？你最近二 C。